那时，约翰的一些门徒来对耶稣说：我们和法利塞人很多时候禁食，为什么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？耶稣便对他们说：贺喜的朋友和新郎在一起时，他们怎么能悲伤呢？但那些日子将要来到，新郎从他们身边被带走时，他们便要禁食了。